国际的中国男孩特别特别好。我的中文名字是王木兰，因为从小孩的时候开始，我特别特别喜欢花木兰，还有我对中国文化感兴趣。第二个是我的性格比较独立的，我觉得我是一个女汉子，什么都可以自己做，所以我的老师给我这个名字木兰。听说在中国房子和汽车还有钱很重要的，对我来说我没有这样的要求，因为我有自己的好工作，我自己可以挣钱。我喜欢找一个开朗的男孩，因为我比较高，我1.78米，我喜欢一个比我高的男生。我觉得中国男孩特别特别好，中国男生从早上到晚上一直在发短信，你吃饭了吗？你干什么呀？是这样的。但是外国男生不是这样的，我们晚上给我们打电话啊，你做了什么？你吃饭了吗？是这样的。但是我觉得中国男生特别特别好，他们带着包还有带女生买东西，是这样的，买对，是这样。零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